嘿、hey, 朋友们早上好，李斐在尔湾的 Los Olivos Plaza。 我之前的视频有讲过，我2023年的目标是每一周至少见一位潜在的卖家、房屋的屋主，或者是可能会加入我们团队的成员。我现在还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那既然是看我日更 Vlog 的朋友们，我想要在评论区里看到你们有什么样的目标，在2023年每一周要完成的，我们共同互相监督，一起努力。见完我们这位卖家了，非常好的一个女生，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聊得很愉快。她有一点顾虑，是因为她的房子之前卖没有卖掉，找到我们团队。那我跟她讲，这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对，拿出来我们过去一些成功的案例跟她解释了。别人想卖420万没有卖掉的房子，我们卖了445万。别人想卖没卖掉的，我们不上市就可以卖掉。对，还有一天成交的案例，超出300万的案例，隔空930万的案例，等等等等，对，这是我们擅长的事情。Don't worry， 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就好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的视频画面比较有电影感，背景是虚化的？因为无论是我的这个副摄像机，还是我现在在用的主摄像机，我都加了 ND filter， 就是减光滤镜，这样就可以把光圈开到最大，画面会更好看一点。这个是微信上一个网友给我的启发，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我待会儿看一下。这个网友对器材很有研究，给了我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个就应该是昨天视频里面讲到的，我们家 order 了但是还没有 deliver 的一些家具最后的 piece。 对，所以很期待全部搞完之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软装的成果。硬装不够，只有靠软装来衬了，衬的还不错，我自己很满意。哎 Lucas， 不用上学好爽呀。Hello。 但是用减光镜存在的问题，就是在室外太阳非常明亮的时候，如果把光线控制下来，那个亮度在室内就一定会过暗，就像大家刚才看到这个哈利的镜头一样，太暗了。那因为我用的这个主摄像机的镜头是12-24球面镜头，它没有办法像一般的镜头一样在前面装个滤镜的，所以很不方便去更换滤镜。它的滤镜是在镜头的背后的，所以现在这是科技的局限，没有一台非常便携的又高效的可以完成各种拍摄你想要的设定的这样一个机器。但我们仍然在做出我们的努力，去追求这个画质的这种极致的提升。为什么我要花时间讲这段话，是因为我如果不讲的话，大家可能根本都看不到背景多那么一点点虚化。但这是我们的追求，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如果你也有一个目标，有个任务，有个追求，每周我们来一起完成，你在评论区里把它给写下来，然后每周打卡说我这周完成了我的任务。你想想看，我每一天都在追求这种极致的拍摄，极致的效果，一周完成一个任务不难的吧。 Come on， let's do it together。Oh, by the way， 我前面拍过一视频说永远不要卖掉你的闲置物品，而是把它给到有需要的人去用。我这颗镜头其实是我的一个闲置镜头，它的球面有一点点划痕，也是因为我追求极致的画面效果，所以有一点点划痕，有一点点影响，我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我就又买了一颗，这一颗呢我会先拿给团队的人去练手，比如说我今天下午会给到昆尼，对，让昆尼先练一下手，试一下我们这种专业镜头拍摄的效果。你下午可以看两小时电视。这样估计卢卡斯以后每天都给你按摩。人家真可怜，人家生了病没去上学，请假了还得在家给你按摩。Hello, Dylan. What's good? Another day.Let's get to work. Let's get to work. 开完会直接去接着看他赢 ，OK？ 好，开完会我就把这穿上，我们就去看他赢。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 broker Dale，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团队做的比较好， Dale 现在开始给我 refer agent 了啊，让本地的老美的 agent 加入我们团队，跟我们学。待会儿我们会见一个女生， OK， 叫 Harvin， OK， nice， nice， 我们可能要奔50个人、100个人团队去了。对，这个衣服，Amy 都是。哦，那我可以啊。对，可以，谢谢。哦 ，Alex 也 ，OK， 你是 XL 吗 ？Yeah。对。找一下啊。How much？ Amy 都是 M， free， 那我肯定也是 M。啊？这是 Bailey Estates 帮你 cover 了。哇、wow。真的啊？ Yeah。 哇，谢谢。Thank you。All right。 Those that don't know， 我是有，我是有收过那个。叠衣服的培训嘛，你之前不是说过 stylist？ I'm gonna show y'all how to fold a T-shirt. All right, let's do it. Yeah, let's do it. You gotta lay it flat. Mm-hmm. 然后 you gotta 叠进来这边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这边再叠进来 ，right, right, right. 这边上一个，这边上一个 ，and then you just even it out, and that's how you fold a T-shirt. Nice. Top by Dylan.Hello, Pepper. Hello, 大家好。开会开到一半，美女给我们送礼物来了，真的不好意思。应该的，应该的。那你传授知识还给我们送礼物？我也没吃亏。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有一个抽奖，带给我们团队队员的福利。谁是幸运儿吗？沈西烈冯。怎么了？今天有 ？What's the game plan？ 我们今天去看 Lakers 跟那个 Grizzlies 的比赛。Good plan， good plan。开完会了，这个 T-shirt 发的很成功，就所有的 team member 有跟我订的，都已经给他们了。然后现在还剩下多出几件。So, anybody that wants one, let us know. 然后其实我们这是第一个版本的是黑色的 T-shirt. We actually have more. 现在还有白色的 T-shirt, polo 衫, 帽子, it's all there. 现在是我一个人在这个里面了, you know, 最努力的, 这叫做什么? First one in, last one out, 就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因为是最努力的, it's me.他们现在在上英文课，但是因为我现在有点习惯中文，我是中文沟通方便，所以，但是因为我就像刚刚说的，我是最努力的，所以我连续两个会。Let's get it going. Let's go.这衣服还真的不错呀，我觉得。Jack 一直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的 supporter， 就是。我做 Jack 是第一个 request 要这个衣服，然后经常看到他穿 ，he's the biggest support， 所以决定了 Jack 可以拿到 full collection polo shirt、white T-shirt、帽子，全部都给 Jack full collection。I got you。是的，那 I got you。到了冬天的 hoodie 什么都第一个给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要不要再一件黑的？365天我都可以穿。All right, I got you, I got you。Right. 你这 biggest supporter， 对， right. 我这每次有 new collection 我都寄给你。行。All right, I got you。Thanks。你再说一次，是啊，又舒服又好看 ，right？ 对啊，它真的是很舒服。我第一次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点硬，因为我真喜欢穿软一点的布料嘛。Right. 但我洗完以后觉得哇，好舒服、哦。我就喜欢硬一点的 T 恤，因为 the shape is there。Yeah, the shape is there. But yeah, 你看就是。又是那种有型的，然后又好看。It's great. It's great. It's a great. It's a great design. 我昨天朋友还说呢，那个朋友 Felix，、他就说，哎，这个设计真不错。然后 Felix 说，你就适合去做 design。送他一件，送他一件，问他要黑的还是白的。I got him. I got him. 哇，我的相机都没电了。Dylan， 你是不是今天拍了很多 arrow 啊？拍了一些些。你这是强行占据我的。我现在要去你家看。Grizzlies versus Lakers 了，所以我们要尽快 ，we have to move fast， 因为已经准备 half time 了，我要去看 John Morant go crazy 了。这个人简直了，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想着看球赛的事情了。
我你没有觉得我们开会开得非常高效吗？我有啊，你没看我学了很多吗？我有专心听哦，我有专心听哦。OK， 我今天都没看手机 ，right， right， right。每次开完会，我都觉得我们距离全美国第一名又近了一步。跟你说为什么？我们 we are one step closer to the number one because Dylan is on the team. It's because Dylan is on the team.不仅 drive through 人多，连里面人都多，所以我们决定 skip Chipotle 了。Crazy 啊，不是 Chipotle， Chick-fil-A。Chick-fil-A， 我们要 order 一个 Dave's， 好久没吃 Dave's 了。好久没吃 Dave's， 如果我们加三块钱，可以快五分钟到哎。你加呀、啊。我有点，我可能有点抠，我觉得我们还是等那个五分钟吧。哇、oh, ，Come on！ OK OK， 加了加了加了。Isn't she beautiful？ 你怎么知道是 she？ 我的 car 肯定是 she 啊。哈哈，嗯，不一定哦。这是叫什么？这叫什么？我的战马。战马。哦，哇，这家洗的是干净一点。这家洗的确实干净一点。哎、hey, ，Lucas。Hello。Dylan， 因为你今天 vlog 了太多 A 肉，我都不知道讲哪儿了，主题是什么？今天可能会有点乱。快给大家看一下。John Moran 写的广告。Wow， 这双鞋很好穿。Let you guys know， 我已经买了 ，it guarantee 是好穿的。It's great。Hello， 德华，谢谢你的架子。不客气。新版的来了，新版的很好用。新版的这个头和尾都可以快拆。哦。对。但我觉得我其实也不太用嘛，这样用用也够。哦，德华的、哦、德华媳妇的手艺。哎，我跟你讲，那个桂香唱歌唱得很好。是啊，我那边看了嘛。耳闻张学友。张学友了，下回给你 PK 一下。PK 一下。对对。OK， 朋友们 ，Vlog 还是要回到我的频道上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最新的、最爱的拍摄独角架器材。这个是跟 Tim 借给我用的那个是一款，但是第二代，这个叫做洋葱工厂生产的。我觉得它是现在市面上所有拍摄独角架里面最好的。不仅是设计，而且品质。设计的话，我跟大家介绍过了，它是一键升降，非常非常方便。品质上来说，我的妈呀，简直是军工级的。看这些齿轮，严丝合缝，整个一个就是像工业级的一个产品一样，很好用。这个可以单独跟上面这个头子在一起，做成一个桌面的支架。See。如果你需要拍 vlog 用一个独角架的话 This is the best choice， best of the best。 红人要输了。 Yup， you know why？ Because I'm wearing this。 Dave's Dave's好久没吃 Dave's。 The best best of the best best of 这个词有点被用烂了啊。通常 video 到这个时候就结束了，但今天健身完回到家，连澡都没洗，换完衣服就出来到我们的东木社区。东木社区多缺房源，大家都知道的。对，来见一个屋主，看他考虑要不要卖房子，希望可以带大家新的一间房源，那就完美了 ，perfect。今天已经接下来的那个，对 ，West Covina 会带给大家，再来一间 Urban 的 ，One per week，Let's go。